秋冬真的是巧克力控的天堂。每到年底，十个大厂商总会推出许多巧克力商品，像是全家比利时巧克力双麒麟 GELEVEN Godiva 纯黑热巧克力，还有各式各样巧克力圣诞礼盒组。最近有网友在好事多发现一大罐 Godiva 巧克力粉，美式风格的分量虽然单价不便宜，不过还是让不少巧克力控心痒，想买回家尝鲜。冷冷的天气最适合窝在沙发上，喝杯香甜温暖的热可可。Costco 好事多最近新上架一款让巧克力控为之倾倒的 Godiva 罐装即溶可可粉。来自澳洲原产地的可可粉，一大罐有 1.4 公斤重，可可含量有 47%。这款 Godiva 罐装即溶可可粉每罐售价1499元，商品价格旁有写道，只要45克可可粉搭配250毫升牛奶，就可以泡出一杯口感滑顺、香气浓郁的热可可。一大罐即溶可可粉可以泡出大约30杯热可可，换算下来其实也蛮划算的 Tilda。在家就可以泡出有如咖啡厅等级的热巧克力，根本是懒人的冬季圣品。如果你爱喝热巧克力的朋友，下次去好事多一定要扛一罐带回家。有了这罐 Godiva 可可粉，大家都可以变成热可可大师了。